老师再讲一次，刚刚来同学，老师也再讲一次。灯光这个不讲了，我删掉，还原按五，按六可以。刚刚如果灯光真的找不到位置的同学，老师再教一次，你可以把它开到 landing， 然后这个这边是不是有那个 spotlight？OK、okay、哦，点了以后你真的找不到，点这里，最后这个 view 的这一个下面，你可以按到我要 look 这一个，好，确定了。这个再对不到，我就去跳下去，懂意思吗 ？OK 了 ，O 不 OK？OK， 按七。这时候再把它跳出来，按到你的透视角还是 camera 都可以，好不好？这问题已经对好了 ，OK 吗？然后记在这里，最后这一个，每个视角通通都有，不要误来去来按了，这里有，有没有？这里有。这个也有，不用讲了，这个也有，好不好 ？OK 哦，好，切给你们，一定要好好把它对上去。